Tony 爸爸现在正在教姐姐闭气，结果 Tony 哥哥在那边玩鲨鱼，竟然用鲨鱼吃亚米爸爸的头啊！翻船啦！我怎么觉得好像在人体帮助水，所以要跳一下。好了，你会不会憋气了？来，补完之后不要吸气，我们来比赛开始比较久。一、二、三，呜！正在努力的学换气呢。这游泳好玩吗？我们来表演潜水啦！加油！等一下哦。一、二、五，你到水里一直浮哎、欸，到水里不要浮，憋气就好了，憋气就好，不要浮。一、二、好，耶、yeah ！加油，很棒